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在外面杂音，你听不清楚。那个，我这个车刚才，我这才买的车，刚才那个在那个管辖边的区，那个一八辆查保养，查了个车。先生你好，您的车辆出血呢，现在要报案是吗？对对对。哎，先生你好，什么时候出的事情？刚刚出现，刚刚出现。大概有几分钟了？这刚刚出现。半个小时是吗？我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对。是在哪里出的事情？是在大连吗？在格镇铺。是在辽宁省的大连市是吗？对，干井子格镇铺。在大连市的哪条路？干井子格镇铺。干井市。干井子区格镇铺镇。先生您好，是在大连市的干井，干井两个字是怎么写的？干井子区，干井司法区，干井子区。干井市区是吗？对。干警是那个干是那个两横一竖那个干吗？警是警察的警吗？对对对。干警是去哪里？干警子去就是大连市干警子去隔城铺镇。隔城铺是吗？隔镇铺。哎，好的，先生，我知道了。您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刚刚开车不小心挂的底下刀挂那个刀牙上去了。倒车挂倒架子，那个底保险底杠底大量大量啊，大架子底大架挂那个保险杠，挂个坑。先生您好，是您的车在直行的时候还是倒车的时候？倒车。倒车的时候是吧？对。倒车的时候刮到哪个部位了？就是车左侧底盘那个大量大架。左就是您的车的左侧的底盘受损了是吗？对对对，底下大架子，侧面大架子。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损呢？别的地方没有。其他地方没有了，是您的车擦到哪里了？擦到墙了还是擦到哪里了？擦的就是刀边这个刀鸭子。刀鸭子。对呀。是一个什么物体呢？刀鸭子什么物体？哎呀妈！这是刀边的公路，刀边不有刀鸭子吗？是那个是墙还是铁杆还是怎么的？石头。是土是吗？石块子刀边出刀牙，那个石块那个每个公路刀边不都有那刀边那个刀牙子吗？刀鸭子。这刀边刀牙的石块，你这过来出现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对方那个刀鸭子有没有什么事儿啊？那都不要紧，那都是大刀的刀边，那都不要紧，就是我车出事了。啊，就是您的车受损了，对方不要求您赔的是吧？没有对方，就是车受损了。啊，就是您的车受损了，然后对方对方的那个不需要您赔是吧？啊，那些都没有，就是我车有毛病，过来看一下，因为我这才买新车，保险是的。哎，包先生您好，我再跟你核对一下当时的信息，是您的车在倒车的时候刮到了倒鸭子，造成你本车的左侧底盘受损，对方没事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好的，那个麻烦您那个现在在现场暂时不要移动好吗？好，行。哎，好，感谢您的配合，再见。哎呀妈，这女的。